我才刚出山林，脑袋没清醒，人生小精灵。我有一身本领，这样独自闯入了武林。相信命中注定，四处找寻却没人说明。再次降临，期盼爱情，究竟谁是我的天命？看，原来缘分一直都在等着我。相信爱真的存在过，你看我守着你的，你就好好睡。太子殿下他今天晚上也不会过来，他有好多人等着他安抚呢。你要是想变坚强的话，能忍的时候就忍，不能忍的时候你就哭出来。等你哭出来之后，就得勇敢的去面对。我会记住你的话的。你说你跟他在东宫的床上躺着，太子怎么没把你给打死？太子来之前我就走了，他让我好好睡了一觉，我从来都没有睡得这么安稳，我这辈子都感激他，怎么可能还拖累他？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在东宫的身份，还以为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他说让我忍，我就忍一忍，哪怕有无穷无尽的痛苦等着我。靠着他这句话，我也要挺过去。他敢爱敢恨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别人如何勉强得了他？但他忘了，这世上总有像唐阳那样心口不一的人，以为别人都像他那样，说出来的就是心里想的。小溪，听说你昨晚背着本宫捡了个小白脸回来。你要是无聊捡捡小猫小狗的也就算了，这人也是能随便捡的吗？还是你早就认识他？那小子之前逃过一次，好像要寻死，结果自己没死成，还砸到了别人。他砸到的那个人就是我。我就是看他太可怜了。你不知道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父亲可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何况他还是父皇想要的人，这要是父皇发起火来，本宫也没辙啊。可是就算他是人质，你们也不能这样践踏他的尊严。小溪，本宫知道你心地善良，可我虽然是个太子，但我这个太子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那你能放他出宫吗？反正他人在京城也是一样的。本宫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还要这么不听话吗？得寸进尺就不好了。走，快点。进了宫就得都听你的是吗？那你不用把那些美人送走了，还是我走吧。
看来你还是不太懂宫中的规矩，都是本宫太纵着你了。你先陪我喝一杯。陪你喝完这一杯，你就放我走吗？不能喝，那酒里有毒。哎呀，抓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小溪，其实你我缘分只能终止了，但是是父皇逼我的。我都没哭，你哭什么？把眼泪擦了，好歹告诉我要我怎么死。太残忍了，我说不出口。那个谷主开了一张炼丹的方子，这太医们看了都说对，可陛下看了说不对，可能吃多了假丹，吃的有了直觉。还有个太医说，这炼神丹呢，药材、方子都是其次，最关键的是药引，要找一个吃过人参、雪莲，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的血肉做成药引，这才能炼成神丹。所以呢？这还用说吗？陛下要把你投进炼丹炉里，去做药引。好不容易当了一回人，居然还是逃不过被人吃掉的命运，话本都不敢写得这么离谱。但凡你有点心，让他们都走，把你的酒拿来，让我换种死法好吗？好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殿下，这本宫会给父皇一个交代的。是。小溪，我对不起你。这话你就省了吧。让我入土为安，不要让他们破坏我的尸体。小溪，小溪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不用看了，酒里有没有毒，是看不出来的。别这么恨我，你都不值得我恨，我反而有点可怜你。不知道到那个时候，你父皇会不会替你流泪？不用了，
贺廷弘必死无疑。可是陛下那里如何交代啊？